OK，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因为 OK， 那我们今天的 OK， 那我们今天第六集的 OK， 那我们今天第六集的整理摄影师房间就到这里，因为现在已经半夜了，刚刚我爸已经来抗议了，所以我们只好改天再来整理其他的柜子。OK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整理摄影师房间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六集。那我 OK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整理摄影师房间第六集。那刚刚我 OK，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整理摄影师房间第六集。那我也没有办法再继续整理的，因为现在已经半夜了，我爸刚刚就已经冲进来跟我单挑了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整理摄影师房间第六集。OK， 这是我们整理摄影师房间的第六集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是半夜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再继续清理下去，就得。OK， 这是我们 OK， 这是 OK， 这是我们的 OK， 这是我们的 OK， 这就是我们的整理摄影师房间。OK， 这是我们的整理摄影师房间第六集。那现在已经是半夜了，没有办法再继续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整理摄影师房间第六集。那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整理下去了，因为现在已经半夜了，需要安静一点点。那我们就改天再清理吧。